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那我们继续来欣赏网友投稿的精彩操作。这位网友叫顺林，看见他用的三传，双方都是双残。哎呦我去，三传的技能全部用的都一样啊，两个人的开始的动作居然是那么有默契啊，不说的话还以为他们俩都商量好的是吧，然后对，没想到这边还不毕竟还不是商量好的，跳过来然后过去被他反削，霸体下剑，双方三传都是霸体啊，这个拿的剑有点像宫本一样的动作。早期宫本也是三段位移，他这个二技能好像一技能好像是三段位移，还是二技能三段位移忘了，很久没玩，只玩过一两次这个三传，而且还是借网友的账号，后面就没怎么玩。对方替身骗了一个替身，消，应该是二技能啊。这时候变成顺灵这个三传在打了，看一下他有哪个技能，二技能，一技能。成功的击败了对方的三传，这个还是很快啊。对方主要是这个长得不好看啊，这个像个糟老头一样，坏得很。看他怎么打，走过来，这边双方很谨慎啊。哦，被吸进去了，吸进去，我看他要不要用一技能？哎呀，一技能距离太短了点啊。这个托斯丹如果让他再过来一点的话，可能就会把三传给拉起来，但没想到太短了啊。毕竟是西冷是吧，他的那个还是有一定的距离。平 A 踢完替身抓起来，一直往天上搂替身，二技能可以，一技能啊，二技能现在是可以打三段是吧，一技能直接削过去。平 A 对方有替身啊，马上就有替身，就地踢了之后，哦，霸体跳起来，他还想用一技能抓起来，没抓起来，最后被三团给乱刀斩死，斩乱麻。独酌花满楼，对方的名字还挺好听哈。打的是不知火旋剑，看一下过去，哦，被卷起来了。他们的这个火旋剑有个替身是吧？可以和真实的替身和真身一样的打。对方开霸体，然后丢了个贝壳，把对方开那个蛤蟆，蛤蟆怎么那么慢才把这个三船给控制住了？还有机会让三船开贝壳。停 A， 再一二三。走你，对方有替身了啊，替身了，替身一用完回敲，再来回敲，这个速度，这个连招很帅啊。接着一个大招，看已经落地了，接来个大招，这三场的大招很慢啊，让你见识一下我的信念，刷的一下刀过去结束了啊，还是非常不错，操作创伤，完美创伤。